你看，我早就说我是你们的人生导师。你看连这个兄弟问我你家什么宽带，我家太卡了，他都得问我一下子。我家也卡。没菜了，有雄心，来一个旺吧。一会儿把它拿出去，我把它拿出去，我把它抬出去，干嘛呀？啊，干嘛呀？我拱，我拱。我拱，我拱。把药吃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要干啥呀？你要杀我呀？啊，你要杀旺吧？来吧，小伙子，给你杀。你以为我是其他那些小脆皮上单呢？我们 A 他，小兵就会 A 我们， A 我们，我们就反伤，反伤。倒点盐，我们就升二。刀锋上当了，你以为我一级，其实我二级。为啥呀？因为外面有一个大箱子，那个箱子它的过道都占满了，外才把这个拿进来的。那为啥还有一个大箱子？我不知道你买了啥呀，东西是你买的呀。好，好。一会儿我看一下，我买了啥？我买了钢铁侠，你给我回来。别让他扎着我们啊。等个余震，哎，呀，没让他砸去，这不应该呀！啊，你要干哈？你在犯罪呀你呀！这有点狂妄了啊！马上我升六了，我们还可以跟他打一波啊！你们觉得我这一波能不能打得过他？我觉得我这么多小兵应该可以。你卡兵线肯定是不行，我走了。如果他这边让我走，那么我们已经无敌了。首先我会出一个小日炎，其次我会出一个小反甲。我们已经无敌了，三十、三十四、十五、十五、三十五、十二、十五、十五。日炎的伤害会高一点，双火护手会右一点，出哪个呢？是要右一点，还是要虚区高一点？
当年出日炎肯定是更狠，啊，杀人也好杀，然后呢也有减息地，就是双火护手，他会更右一点。可以变大，而且我的龟呀，就可以变大了。为什么给我点赞？我觉得你不配。开 W 拆塔。他从右边要进塔，那肯定是不行啊。那要进防御塔肯定是不行。为什么不打我？嗯，为什么？等会儿啊，看这波能不能杀。这波好像费点劲。这波费点劲。这波我们再清他一波兵就可以走了。早回家了，不行啊，还得清一波呀，再清最后一波，我们回家，吃点饭。就你叫梦眼儿啊，我允许你过来要杀我了吗？完了，双 buff 没了。啊，别，给我下当了，我直接来个大反甲吧。怎么样，日炎钱不够，我直接来个大反甲。啊啊啊！嗯，一会儿我们再拿回来，没关系。正好这波 buff 转移，等个二十秒啊，大招吸地好了，月塔把他杀了。哎呀妈呀，我害怕死了，假装打不过啊，来先杀这刀锋。这怎么跑了呢？假装打不过，嘲讽住，开大招。正好等我们技能吸地 ，W 开起来，哎，双杀反死。你说你跑啥？到底是你干克我，还是我干克你？我跟你玩个游戏真累，跑个屁呀！buff 没了，嗯，
哎，完了，刚才戳着牙花子了。慢点吃吧，慢点吃，慢点吃。破败了，来呀！直接杀呀！阻断他们的退路！我爆破！不治炎吧，这把双火护手容易被封着，伤害不高。不治炎这把，你干啥呀？你要杀我？不会吧，兄弟，我怕死了。你赶紧把我打死，你听见没？你过来给我打死，听见没？你打死我，我害怕死了。要杀我？我的天哪！你要杀谁？你重说一遍。我让他所有技能全打到我身上，都没有事儿。我一个 W 的加个嘲讽技能能有300护甲，我估计有没有，差不多吧。现在这个时间点的劫根本就没有虚区的劫，除非在我壳子时间结束的时候，哎，爆了，那伤害会有点高。你要杀我，小伙子？嗯，就你要杀我呀？他没有大，你给我上，这波可以杀这个劫，来滚过来了，扫一下，这你不得回去啊？我一比你得回去，来，你要杀我是吧？我让你杀兄弟，我找你来。1450。看剑，这你不得回来啊？中路被干了，我们赶紧过去啊！663，什么663？护甲呀？我们冰心蓝盾九头蛇，冰心好像没啥用哈，那就蓝盾板甲九头蛇。我现在上高地，我估计应该能行，没啥问题哈。走，上高地去。上高地去，这搁这玩也没啥意思。冲！先把他给我杀了，拿我红是不是？我来啦，又在了熟悉的位置。
为什么不回血呀？为什么血越打越少啊？哎，我就奇了个怪了。救命啊！不行啊！勾引一波。好的，上当了。我这点血打刀锋感觉有点费劲，怎么办啊？啊，他也没有多少血，那他还好。红给我吧，这谁的红 buff？ 冰女的红 buff 吗？好菜呀你啊！现在反甲不回血了吗？好像下路这俩我们还没杀过呢，把他俩杀了，我们应该能有治疗效果了就。反甲还有回血的时候，有啊，反甲以前回血的，反甲加贪欲猎手是回血的，现在贪欲猎手加反甲好像不回血了，不应该呀。干哈呢你？哟呼！谢谢帮我勾出他，我给他嘲讽回来，你干他！我们吃点小兵，我看看回不回血啊？你看，你看我的血没？你看我的血没？它这是一直往上涨的，看见啊？不对，这是红 buff。电杀锤石，等红没了看回血不啊？回的，你看血一直往上回的，你看着没？不往下减，往上回，小兵越打回的血越多。打吧，打！哇、哦，扎米拉好厉害哦，扎米拉！先把这 ADC 给他杀了。这人怎么突然之间跑到我脸上来了？走，回家出个这个，然后九头蛇来一个。哎，王八的夜门装备真的有九头提亚马特呀，但是是巨九。打个红嘞。
我们用这个鸡稍微测试一下，你就能明白，它是一直回血的，看着没？就是越打血越多，回的。走，去对面基地遨游一波。什么意思？没懂，什么意思？你 A 我 A 的很爽啊，刚才呀、啊，我看，嗯，是不是很爽？你们俩想跑，你往哪跑？烫死你！给我嘲讽回来！你还大我？你大我掉，我16。